的导师，他就送了我这本书，叫我回去看看。他说你看了你就会明白。我对这本书呢就感到很好奇，因为他现在哦，他已经完全好了，没有癌症了，也很投入在超级生命密码里面。我是一个不喜欢看书的人，可是我很快的就把这本书给看完。然后我打电话问他，哎，哪里可以买到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？他告诉我说，学弟有一场分享会，不如你就去听听。而我在分享会那里呢，我就拿到了这本超级生命密码。我真的是很高兴很感恩。我很勤劳，每天早上5点哦，会自动醒来看书了。然后呢，看到7点多，为了什么？为了就是想知道超级生命密码里面的密码到底是什么，到底要怎样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。看完了整本书过后，我也照着书中的方法去做，做了几次的心法，我内心的负能量就开始告诉我自己，孩子还小，很多家务事要忙，没有时间来给你学习超级生命密码。我就这样停顿了1年，直到今年的3月，我又开始很认真的学习超级生命密码，很认真的做心法。因为我今年正月的时候，我去观音庙拜拜，那里有一位会算命的阿姑，他就告诉我说，你今年你要小心你的肺，没有事的时候他是没有事，可是一有事的时候会很严重。我告诉阿姑说，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在过年前的2个星期，我睡到半夜的时候，我的胸口很痛，好像被刀刺到这样，呼吸也痛，整个人脸青纯白。半夜3点半跑去医院做检查，医生说不是心脏病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可是阿姑说她担心我今年还会有这种的突发状况，叫我要小心。我知道属龙的今年是犯太岁，我什么都拜，阿姑跟我说你拜了也没有用，还是会发生的。那就在这一段时间呢，我又频频的听到身边某某人很年轻很健康的，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突然就走掉了。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我不可以有什么事情，我孩子还小，那我该怎么办？不然就重新认真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看看。因为太阳圣德导师常说，你们不用相信别人说超级生命密码有多好，你自己去做实验。就因为这句话，我今年3月我开始了我的实验。我很认真的向负能量忏悔，或许是感动了天地，在我忏悔的时候出现了很强烈的感应，让我更深信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不是一般的身心灵书籍，它是一本可以与天地连接的书籍，一本不可思议的书籍。今年5月26号，我去槟城上老师的《因为爱而富有》这个课程的时候，我在飞机上面看到3次彩虹的出现，第二天回程也看到一道好大的彩虹，让我感觉到天地的爱，让我感觉到不再害怕的彷徨。以前的我常常不知足，常常就是羡慕别人，现在的我觉得自己很富足，因为我拥有天地的爱。去年的我告诉自己没有时间学超级生命密码，今年我却做到了。我一边做家务，一边听太阳圣德老师的语录，还有蔡礼旭老师的弟子规，学习到很多做人的道理，了解到宇宙的真理，了解到我们今生修行不只是为了今生，也为了来世。小时候常听老一辈的说，命运是天注定的，然后我就想，真的是注定吗？
改变吗？学习了超级生命密码之后，我才知道是有方法改变的，只是你肯不肯实修实练。太阳圣德导师说，学习了超级生命密码，你就不用再去算命了，命运你自己也可以扭转，你自己也可以改变，要我或不要，由你自己抉择。感恩大家，谢谢。